喂，干啥呢？我这刚下班，一会儿得跟客户出去开会去。这么晚了还去开会？这几天工作忙，你这搁哪儿呢呀？我在外面呢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。喝酒了？少喝了点儿。就你自己喝的吗？没有，我跟朋友。他们有事儿先走了。你就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对呀，这不你陪着我的吗？我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喝多少啊？没多少，行，你忙去吧，我没啥事儿。你搁这儿冷，到时候你搁外面给冻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。没事儿，你们还有工作忙了吗？哎，你不用管我。没事，你把位置给我。真不用。给我。行吧，我给你。你要找我啊？你过去看一眼呗。好吧，我先发你。给我发来吧。好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就给你发我那位置那儿啊，哪儿呀？你现在？我看着你了，你转过来。干嘛？你搁这坐着？哎呦，累了，我不想起来，歇会起儿。来，多凉啊，这地方。哎，我就哎，说会儿。起来！你喝多些呀？喝的没喝多少啊，没喝多少，走道晃晃悠悠的，现在没喝多少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去吧。你不管你谁管你啊？我没有住的地儿了，现在。房子呢？房子到期了，房东说他儿子结婚完了，就让我搬出去了。你这几天都没叮嘱我，哎，不用你管了。为啥不跟我说呢？我跟你说啥呀？咱俩都分手了。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？今天就是喝多了嘛，俺错了。去哪儿啊？去我家对付一宿呗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呀，走吧，我人都来了，你电话都打了。我兄弟归兄弟，我还能真不管你啊？那走吧。行了。